半个小时不到就组装完成了一间活动牙科诊所。这是慈济仁医会的后勤志工管线组，他们有行动马盖先的称号。我先试一下他的那个功率，看到师兄他们竟然能够把它组成一个活动式的牙科组合，其实我觉得哇，师兄他们实在是真的太有心了。这天的义诊是为启智教养中心的大憨儿看牙，激动的管线志工随时要接突发状况。好了，原来是吸口水的管线漏水，志工立刻换管抢修，为了不延迟时间，速度得在几分钟内搞定。OK， 好，做管线的人员应该是要有备料的状态，就是坏掉有东西马上把它换修，不要只带着工具出门。可是你看它排除的故障速度很快，这在诊所做不到了。慈济仁医会的管线志工遍布全省各地，假日跟着仁医会到偏乡或机构为民众大憨儿与植物人洗牙，除了固定出勤，也学习组装这套由他们自行研发的007吸带式牙科箱，不仅轻巧，而且功能完备。这个洗牙机一台，哦，这个变压器一台，这个灯一台，这个磨牙机一台。我们现在把 LED 灯都把它装进去了。慈济仁医会23年来足迹踏遍全球各地，这群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管线组马盖先职工，总是跑到最前，做到最后一刻，坚持完每一场任务。大爱新闻刘荣、郭家旭综合报道。困难人。